笑脸的哥哥你好，嘿，我这个是我们的哈小歌星小歌手哈，日本歌唱得很好，圆舞吧？嘿，对，对哈，哎，圆舞有史以来去红庆，妈妈也带你去红庆，阿妈带你红庆，吃过那么多的大餐，你有没？你今天来到跟我们一起吃这个大餐，你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全部里面就这一道最好吃，这一道最好，但其余的不好吃。那个话要讲清楚啊，小朋友，给你那个我们介绍右昌国小六年级而已哈，那歌唱得很好。从你觉得说你在吃的每一道菜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都没有那种腥味，没有腥味，嘿啊，然后都没有那种酸臭味，酸臭味的，不可能有酸臭味啦，还有薄薯呢，薄薯烟花呢。不是外烟花，酸臭的外国就想问你啊。那么，尤其小朋友上惊哦，一食物件，你做挑剔的，小朋友做挑剔的，有时诶，哎呀，讲个咸咸啦，较无好食的口味哦，囡仔绝对唔食。你听说你今天吃的很多，哦，很多哦。来，我们要请问一下这个妹妹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雅芝。谢雅芝，你就讲谢雅芝而已，那你今天是白来，不用吃啦。就真的很好吃，我最近常常就是冬天嘛，可是不太想吃东西。可是今天来这里，我就觉得如果白吃，如果没有吃，就是不好。对，就是胃口就是很好，今天胃口很好。过去拢算白吃，今仔食上侪，迄一天就对啊。对。那你在吃的过程，你感觉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感觉？感觉好像把健康吃进去了，健康吃进去了，好、别忘记了叫你妈妈赶快哦，跟博士订一套的那个能量厨房，啊，那严重了，很严重了，没有了，开开玩笑。其实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餐厅里面，要跟好朋友分享诶，这间餐厅特别咧，有拜托的啊能量博士哦，包括伊厨房。包括伊个冰箱、冷冻库，全部拢做一个改良，那带动我们能量。所以呢，有一挂好朋友讲：“哎呦，奇怪，很前在场的一挂好朋友，毋捌来吃过，伊感觉讲：‘哎呦，我怎么没有？以前我煮的菜也好，吃过的海鲜也都没有像那这么新鲜哦。’来，汉哥来敲门起来哈，这位姐姐，我姓陈，我今天吃了我。”第一个感觉就是很非常的鲜美可口，我是吃过最好吃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姓苏，今天的能量餐哈相当特别，因为我第一次吃这样能量餐哈，不管是猪肉、鸡肉，或者是这个鱼，或者是蛤蟆、锦蟆、虾子这一类的海鲜类的东西。那因为用这个博士的技术在饲养，那腥味的部分几乎都是没有碰到过，都没有碰到。那肉质的弹性呢，就很提升很多了，相当鲜美。这个是在可能对我们农业还有养殖业，以后贡献会很大。希望我们国内的同胞都能够有这样的福气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我们的大美女，说真的辛苦你了。那么不知道我们今天呢所主办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啊，包括你品尝到的我们的能量大餐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？今天一路从那个主场到机场，一直到这边来，其实一路上都觉得很震撼，很不可思议。主场不错，机场不错，然后能量餐呢，虾子竟然没有腥味，我从来不喜欢吃虾子，因为我喜欢那个，我不讨厌那个味道，柠檬也洗不掉，醋也洗不掉，可是我刚刚吃，没味道，真的没有味道。过去你吃海鲜的时候，或许你会想说啊，我吃一个海鲜呐、买鱼的时阵，你要用这柠檬水，但边啊洗手就对了。但是今天完全让你感觉讲，我不用洗手，不用洗手就可以了，是，很神奇吧？谢谢博士哈，来，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哈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来。分享了这么多的好事情，你也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好所有的好朋友好吗？
今天是吃杯的，吃到很特别的就对了，其实哦，完全没有负担，圣神的不输今天没有大奖，这个就是大奖。对，吃进让你觉得身体没有负担。哦，身体没有负担了。那其实哦，这个能量大餐，有的人讲唔敢食这个红包，还唔敢食红包。但是你今天食这个红包的过程，你有啥物感想 ？QQ 的 ，QQ 的，没有那个猪的那个咸味。哦，猪的咸味就对啊，呵，完全无。嘛袂让你感觉讲哦，这个油油我唔敢吃。应该不会觉得很油腻的。哦，袂感觉油油的对啊吼。哇，好朋友，你还在看什么？电话赶快打来吧，这边都有哦。来，谢谢我们的好朋友，谢谢。来，大餐这个东西还是由你来讲比较好哟。哎，你尤其你深深的体会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神奇的事情。嗯，就是我觉得说。因为我本身自己啦，我不是很喜欢吃肉啊，或者是海鲜类的东西，因为我都会怕说，比如说肉煮起来会老会柴，啊，或者是说那个鱼的话，海鲜会有腥味。可是今天来吃这一顿，我觉得哦，真的是让我完全改观，因为它的肉哈，非常嫩，然后菜又很甘甜，菜又很甘甜哈，而且保留那种水分在，啊，那个水分也是原在啊，对不对？讲没讲炒菜卤菜？嘿，对，愈炒安尼愈打熟就对啊。嗯，那还有它的那个海鲜类啦、鱼类，完全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它完全都没有，而且还保有它的那种鲜甜海鲜的那个鲜味在。海鲜，哈，这新鲜的迄种味就对，不是臭臊味啦。好朋友真的有价值，赶紧的，有啥物疑问来电话敲来哈。来，谢谢我们的大美女。